有一个人受戒，然后很高兴来到文殊讲堂，哦，他也展具啊，他说：“师父，哦，我受三坛大戒了，我来专程来谢谢上人。”我说：“嗯，好。”他说：“我要展具。”我说：“不用，随具一拜。”啊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已得戒，特来谢戒。”我就问他：“你从何得戒啊？”要从三思去尊正，三思四大本空，五因无我啊。去尊正，四大五因都无我不可得啊，从何得戒？若说从三思去尊正那边得戒，是不坏事相，方便说三思去尊正都是地水火风，都是五因。空无自性，如何有戒乎？你说得戒，从何而得？得在你身上得戒，你的身上是生灭，是有为，是不清净的受身，色受想行识，从何得戒呢？戒有来跟去呗，有来去变成生灭，如何得戒啊？啊，他一下子不会回答了。他说：“法师，恭喜你，你对中观的思想不了解，我再破除你。法有来气，有得有失，啊，戒本来就没有得跟失，道力不强，贪婪无益，名为失戒。啊，道力坚定。”以佛相应，本性具足，名为得戒。戒没有来跟去，也不坏事相。哦，他说，这个始从有史以来没听过这样子的。嗯，所以觉得啊，回去啊，法师啊，加油咯！啊，刚初学佛法，剃度出家呀，受三坛大戒，缘起法师如此说。师父也非常赞叹你了不起啊啊！这就告诉你，彻悟跟众生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